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一颗最明亮的星球上，发生了一段寻宝的传奇故事。Yes， 黄金传奇，大家欢喜。咱们黄金传奇，哎呀，这回不坐飞机了，哎，这回呢，咱们要上一艘豪华游轮，哎，这艘游轮就是立新游轮“山羊超级巨星号”。这立新游轮的“山羊星号”呢，哎呀，重达28000吨，共有10层甲板、430间客舱，可以容纳1375名旅客，还有600名的服务人员。这各式各样的现代化设备，还有多选择性的这个娱乐设施呢，更让这个旅客呢，哎呀，搭乘游轮犹如在度假一般。这船上的设施呢，哎，像您现在所看到的卡拉 OK， 还有夜总会，哎呀，这里面的表演可就精彩极了。除了这个热歌劲舞之外呢，哎呀，还有您现在所看到，哎呀，特别的软骨功表演，哎，这可就吓人了。在夜总会里安排的各式各样的这个节目呢，哎，可以说是让乘客呢目不暇给啊。这多样的节目里面呢，哎，还时常会这个邀请我们的船上的游客，还一起来参与了。这山羊星号呢，哎，是从台湾的这个基隆，哎，开往日本的冲绳县了。您现在所看到的呢，哎，就是冲绳县的石垣岛，哎呀，这景色可真是漂亮极了。这另外呢，哎，还有这个黑珍珠，哎，这可就是咱们这个石垣岛这边的特产呢。在航程中，嗨，您就可以到石垣岛上面，哎呀，好好的享受这里的湖光山色了。这除了石垣岛之外呢，哎，这个立新轮的山羊星号，哎，还会停留在冲绳县的首府，哎，那霸市了。这立新游轮的山羊星号呢，哎，提供这个旅客呢，哎，这游轮度假村的哎旅游新观念了。这乘着大型游轮，哎呀，迎着徐徐海风，哎，在船的这个开放式甲板上面用餐，哎，这可真是一大享受了。这搭乘立新游轮的山羊星号，哎，从基隆到那霸，哎，可以说是这个提供给国人另外一种新的旅游方式了。哎，您不妨试试看吧。好，今天参加我们寻宝的艺人阵容，哎，相当的坚强。红队有曾心梅、许杰辉和薛之谞。这蓝队的阵容也不遑多让，有李国超、曾淑琴和郭嘉欣。好，在我们立新游轮的争霸战里面，红蓝两队到底哪一队会获胜呢？欢迎收看《黄金传奇》。各位所有电视的观众朋友，看到我们现在目前的场景相当的特别。最近我们的国内兴起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这种旅游的热门风潮。我们通常呢，这个出国，我们所选择的工具就是飞机。各位，搭飞机逊，不搭飞机酷，坐游轮猛，搭豪华游轮超猛啊！所以呢，今天我们黄金传奇露营选择的地点呢，就是目前国内备受瞩目的一部豪华游轮。哎，这个豪华游轮呢，每周3、5日是从基隆港出发，然后开往琉球 Okinawa 的立新游轮山羊星号。哇！耶！这个立新游轮呢，就是在台湾呢开航之后，可以说呢，带给我们国内所有台湾的观众朋友乡亲父老呢一个非常崭新的旅游的观念。同时呢，这个地方呢相当的特别，它不仅是一般的交通工具，尤其啊，它集结了所有的运动、休闲、娱乐，还有美食于一身的度假天堂。哎呦，看一下我们的蓝队利欲熏心的组合，请欢迎第一位李国超先生。我们增加的光荣曾淑琴小姐，第三位转型相当成功、年轻有力的郭嘉欣小姐，第四位短小精干、永远带着两个小萝卜到处乱跑的这一位，我们仙子嘉怡小姐。这萝卜我就有感慨了，完全是因节目而出来的。很难听，舞蹈出身嘛。好，那现在接下来看看我们红队坚强的阵容。首先欢迎我们红队之星曾心梅小姐，超级巨星啊！我也是。我要爆他，我准备要讲。好，第二位是我红队之宝阿辉许杰辉。说到第三位了，真是气蓝头红啊！这是我们红队之光薛之谞先生。好，介绍完我们的红队之星、红队之宝、红队之光，现在介绍我们的红队之仙金仙子梅林。
哎，他们都是红队光啊、宝啊、仙啊什么？我们是什么东西？我们？因为就是嘴脸嘛。我们绿玉熏心的队伍。好，看见我们的黄金规则几个？好，请看看黄金规则第一点。哎，两队同时出发寻宝过程中可获得三分提示，每分提示最后可各获得三分之一张藏宝图，拼凑出完整的藏宝图可进一支宝箱钥匙藏宝处。首先打开宝箱的队伍可以获得50000元之黄金。好，我们来看今天的寻宝提示。哎，第一份提示呢，嗨呀，一卷录影带好像断掉了。哎，还有个胶带在旁边。这第二份提示呢，嗨呀，您可看出来了吗？哎，这奇奇怪怪的图形是代表哪里呢？这第三份提示，嗨呀，竟然是一副棋局。哎，这黑棋的下一步是什么呢？好，今天我们寻宝的范围呢，哎，就是在立新游轮山羊星号上面了。哎，这船上一共有10层，哎，到底会去一些什么样子的地方呢？三条路线啊！其实今天来的所有6位的这个艺人呢，都是有经验的哦。但是呢，恐怕第一次上这个游轮吧。啊，在游轮寻宝的感觉可能又不太一样。今天呢，我们呢有守护神有2位，同时把他们请出来啊。首先欢迎这位呢，我们这个立新游轮山羊星号的这个娱乐部总监 ，the director， 啊 ，Grace Fuji 先生 ，Mr. Grace Fuji。我们市场服务部经理甘明顺小姐。哦，甘小姐。OK, come on, say something for our audience. I'd like to welcome everyone aboard the Superstar Aquarius, Superstar Capricorn. And on behalf of Star Cruises, we're very proud to have Golden Legend sailing with us. So let's give them all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Oh, very good. So what we'd like to do right now.Is follow the blue team and the red team as they explore the Capricorn. 好，来。我们娱乐总监代表立新游轮，欢迎各位莅临立新游轮超级三洋超级巨星号。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超级电视台《黄金传奇》在游轮上拍摄。然后我们今天就跟随着红队跟蓝队的脚步，去探索我们游轮世界内部的奥妙。Yeah! 谢谢。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请我们的守护神来颁发红蓝两队的第一份提示跟地图。It's red, red team. OK， 这是我们红队的。好 ，It's blue team. Yeah, blue team. OK。好，现在请两位仙子颁发有求必来三面。来，好。OK, are you ready? I'm ready. OK,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No, not yet, not yet, not yet. OK, OK, here we go. Let the games begin.算了。好，对不起。就一个袋子 ，Hello OK 啊，不行。袋子断。断。断。沉。Hello OK 沉。啊？这个呢？没有了吗？胶带。胶带。粘起来。OK， 卡拉 OK。算了，我。袋子。袋。接待处吗？接待处。接待处吗？接待处。啊，接待处。哎，漂亮！漂亮漂亮！耶！好的，开始成功一个 ，Come on！ 这个要带。小心一点，他们很贼的。哎呀，这份提示就有点250了。哎，这录影带断掉了，有胶带在旁边，当然要把它接起来了。哎，这录影带把它接起来就是接待了吗？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哎呀，就是咱们船上的这客房接待处啦。这立新游轮的山羊星号上面呢，一共有430间客舱。哎呀，这里面的设备呢，哎，相当的完善。这客舱里呢，哎，房间数目这么多，哎，我们要在这儿玩什么样子的游戏呢？哎，这游戏呢，哎，就好玩了，哎，叫决战生死门，哎，轮流选钥匙开房门，取得过关牌即可获得下关提示了。但是呢，哎，这8个房间里面只有一个房间里面有提示，哎，其他的房间，哎呀，就是像这样子的意外喽。好，这次我们拿到的第一份提示，哎，请问黑棋的下一步是什么？哇，我今天吃兵就将军了嘛，对不对？对不对？吃兵之后就将军啊。对，吃兵，吃兵，吃兵的话，吃兵的话，乒乓球是不是？兵去掉，吃兵嘛。因为这边吃掉它，它一定会死掉，所以它一定要吃它，它才能够。对，没有，它是黑棋的下一步嘛。对，下一步它先将。对，它一定先将兵吃掉。对，先将军，然后抽炮嘛。还有将军的健身。啊？
哎，都哦哟，这位先生你很会象棋哦。对，将军。什么？红马已经将军了，所以要挡了。啊，要挡，要挡，对，这所以下一步棋是赤马。不行不行，赤马的话又被将军。上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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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有有有有，上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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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郎，上将九郎，他谁谁谁？什么什么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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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你啊！哎呀，我们来看看这黑棋的下一步是怎么走呢？哎，我们来看看黑棋已经被将军了，只有这个将军呢，哎，往上走一步，哎，才会逃过哎被将军的命运了。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哎呀，就是上将会九郎。哎，您瞧这提示妙不妙了？这上将会九郎呢，哎，是一个 piano bar， 哎，在这里呢，上将级比武大会，分别抽签选项目，哎，与在地队进行比武大赛，哎，获胜就可以过关。这要比什么舞呢？哎，您瞧这位仁兄，哎呀，抽了一支签，这签上呢，哎，写着射飞镖，哎，您和他比射飞镖，输的话就要接受惩罚了。欢迎各位来到三洋超级巨星号哈，这里是五楼接待处。那本游轮共有430间设施完全的这个套房哈，那这个接待处就是提供各位呢各项的咨询的服务啊。我们在这里要进行的游戏是决斗生死门。决斗生死门，这么暴力？要轮流选取钥匙哦，开房门。那取得过关牌后呢，即可得到下关的提示。一个一个轮流。讲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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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剪的手不剪的手。不。哎，你们两个剪。不。哎，不剪。我们两个，我们两个，我们两个要决定要胜负。六。176，这个吗？哎，改错了。174 ，OK， 也是。该我了，走。妖怪四，这边，这间。开都开不了。这怎么样？有没有过关？没有。没有过关，赶快走啊！现在拖时间了。一起。对面。哎，我都一七一了，一七一。有什么事的话，待会我叫你哥进来看。好，走。不拿眼镜。我不好。气死我！自作聪明吗？快，事情快！哦，一七我，随便你。快！173，173哈，173。哎，到了。Yes， 黄金传奇漂亮出击。啊，到了，上将到了，上将这边。上将，上将。这边，这边。等等等等。等一下。大姐，这是我们的关主啊，然后他为你们介绍一下。欢迎各位到我们上将会酒廊，在这里我们平常可以来这里，这边是24小时营业，那你们随时可以来这里用餐或喝各种饮料，还可以欣赏我们的风景。哇，真的很棒。那我们这一关，我们比赛的项目有四个，第一个是射飞镖，然后削苹果，还有一个是比赛吃蛋糕。还有一个是叠钱币，可是我射标很准，每一个人都要抽吗？我们一个，一个来，一个来，谁要先？队长先，对。好，这是我抽到的圈。队长加油，
削苹果。来，请我们准备好，开始哦。好，开始。那有有限制时间吗？是把一颗削完。削中，慢慢慢后。谁先削完谁赢，是不是？是，你把一颗削完，然后找一条最长出来比。纯正话哈，很危险，手不要抖。请不要吵。刀子很危险的，你这样削苹果不对的。这样子很危险，真的很危险。丽玲，你撑头一点，你真的不要发抖。哎哎哎，要断了，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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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来，很漂亮，你已经做得最棒了，真的。啊，不要笑，不要笑，小心一点。怎么这样子？丽玲加油，丽玲加油！算丽玲放弃好了。对啊，因为你最长也不过是只有这一条，好不好？那我们就节省时间，比比看，比比看。应该很清楚看到，我们一人对比速是还吃的吗？比吃吗？在比吃吗？没有，让这个稍等一下，我们再进行下一位。OK， 好，下一个项目。加油，加油！给镜头看。反正我们不会把输赢放在心上，我们今天要拿奖。做飞镖，就是我们这位朋友叫慢慢来，好，本人握握手，握握手。来，过来了，耶！专题，专题。我们在这个县是 double 的分数，这个地方是三倍，全国分。你们就是找杀手吗？四十分，虽然只做一个标，可是有四十分。一人队，请加油。稳着。不行，不够用力。漂亮，漂亮 ，double， 再来，再中一包你就赢了，耶！哇，差八分。对，这边是二十三十二分。哎，不是啊，关主，这边跟这边的分数一定也不一样，对不对？对，这个一定是乘以四倍，三是三倍，这是四倍，对不对？好，我们就这么决定，这边是乘以四。好吧，好吧，好吧，不要这样丢人。我后悔了。我想叛国，我想再跳回蓝队去。你跳海去吧你！我们这个比赛一人队还是失败，所以请下一位。吃蛋糕 ，I'm Mary。No, I'm not. My brother lives in L.A. 我在草里 ，OK。My brother lives in L.A. 喂喂。Look at your one, two, three, go！ 加油！如果吃相太难看，没有人敢娶啊。对，是啊，小姐叫什么名字？快点，快点，快点！他打开，还拿回来，犯规！小姐，这样子不太好的。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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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来，记住，从美国来的小女生。阿辉不错，阿辉表示绅士风度。哎呦，帮人家擦一擦啦，头发上都有了。哎呦，那个字好暧昧。我们怎么那么倒霉啊？一六九，一六九 ，OK， 一六九。哇，我们很倒霉啊！一六九，走。没有东西了吧 ？Yes， 过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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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关。耶，感谢你。一米佩。过关，讲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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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继续。这是下关的提示。四二九九四二三二七。那为什么有个电话提示？电话。为什么是个电话？电话不是这样打的吧？他电话是四码，是不是？四码。电话是四多少？是。金牌吧，天灵灵，地灵灵，黄金级努力，有请金戒指。来到立新人，好像在腾云驾雾，好棒啊！走走走，
哎呦，你从台北来这边很远吗？怎么样？好累啊！来来，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你们平常打电话没有认真看那电话号码上面，你看看上面有什么啊？哦，对不对？四号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是什么？是 G。对，所以把它同理可证。G A A X。就是 a pen x 啊 ，G A L L A G A L， 哦，我好像有看到那个叫做什么 ？G A L， 这样，等一下，等一下 ，G A L， 这个，这个，天河星夜总会 ，X Y， 天河星夜总会 ，G A L， 天河星夜总会，第六楼，六楼，走。哎呀，我们起来看一看，哎，这电话的键盘上面呢，哎，通常呢会有英文字母，这几个英文字母，哎，如果说您照它这个数字的排列，哎，就可以拼出 G A L A X Y， 哎，就是 Galaxy， 哎，也就是您现在所看到的天河星夜总会啦。在夜总会里呢，哎呀，您瞧这软骨功的表演可就厉害了。在这呢，哎，咱们就要和这些软骨高手来一个，哎，凌波软骨舞了。这轮流和在地队进行凌波舞比赛，哎，获胜就可以过关，哎，但是这里面可有玄机了。先抽签，哎，抽到七呢，哎呀，就可以轻松的过关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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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最后一关啦。叠钱币，叠钱币，叠钱币。我们的规则是在一分半钟之内看谁叠得高。好，开始。好，开始嘞。不急。你先等一等，静气。有道是急如风，徐如林，烈如火，不动如山。林大党。Where are you from? Me? Taiwan. I'm going in Keelong Badu. My father is Tianjin. My mother from Nanjing. 你就知道有晃了，晃了，你就知道有数个，很紧张哦，数个，而且好紧张哦，紧张不得了，数把刀，喝口水嘛。哎哎，摄影机不要摇。九八，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Harder harder harder！ 噔噔，你看我拍的，真的很妙，你看我拍的。噔噔噔噔噔噔，我们要请专业宣布，哎，我们一人队过关了，对不对？好，那我们两个没有，这一关举行优胜，成功成功。然后呢？失败的还是要处罚。啊？怎么处罚？失败的请出来好吗？啊！你们两个失败。有没有人要喝啤酒？你找他吗？找他吗？太好了，太好了，我还要听。哎，刚才那个表现。Can help us。喝完就走了，快。一二三，来预备起。好来。加加加加。快点，够不够凉？我不能喝，要不我帮你们。我看你那个样子就没有喝。先生，来，喝点啤酒吧，来，机会难得。你坐那很久了，我注意你很久了。你看多好，有得喝啤酒，还有西北帮你们扇风，够不够凉？我真的会过敏，我不能喝。我看各位已经很尽力了，虽然喝不完没关系。就你现在越讲，我就喝醉了。谢谢，恭喜你们过关。谢谢，这是我们下一关的提示。好，请利用直横斜直线排列，找出唯一正确的单词，就可得到提示。来，我们在钢琴这边。O L O E Q K 不是 ，R F roof R F Z L Z 使用后请冲水啊、不是 ，J J J Jazz 你们有 Jazz Jazz 什么 J E Z 单字对啊，应该是蛮长的，直横斜。English teacher English come on baby English teacher。Which is straight line？ 可以，有意思的。Straight line。我们现在还有几关？我们还有几关？我们还有，哎，我们这次几条路线？我们三条。那还有五关。啊，还有五关啊？那就很惨了。没有关系。Ball，B A L L。啊 ，ball。Basketball。来就走，来就走。冒死啊！OK， 谢谢。
呀，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份提示。哎，这一票英文字母呢，看起来没有什么规则。哎，但是呢，有一个斜线，哎，拼出来，哎，它可是一个有意义的字，就是 basketball， 哎，就是篮球的意思。在丽星邮轮上面呢，哎呀，竟然还有个篮球场，在这儿咱们要玩一个超级篮球王。戴上脚镣手铐，轮流与在地队进行投篮大赛，哎，获胜即可过关。但是呢，哎，这脚镣手铐都是纸做的，哎，断掉可不行了。哎，欢迎大家来到天河星夜总会。哎，在天河星夜总会呢，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级的歌舞秀表演。那现在先请大家入座，请大家先欣赏一段船上的精彩表演。毁了，完蛋了！我们先从最高七开始，先来过。可惜，欢迎各位来到三洋超级巨星号十楼篮球场。各位今天所要闯关呢，是超级篮球王。待会啊，我们活动进行啊，每个人要戴上手镣脚铐哦，戴上手镣脚铐就像这样子一样。我们的乘客队以及啊艺人队由定点定球。来到了我们的定点投篮，每进一球算一分，但是在活动进行当中，只要我们的刑具断裂啊断裂，那这个人呢就五次犯法必须毕业，没办法了，继续参与这个活动，而且活动是计时三分钟，我们以三分钟进行当中，多规矩哦，啊进行，只要你们获胜就过关。但是如果说不幸啊，我相信你们的实力是超强的，但是话先走，想在前头，只要不幸你们落败，我当然有点小小的惩罚，这个惩罚吗？我们待会再告诉各位。了解。我靠你啊，小酒嘴啊嘞！麻烦各位，刑具伺候。猜到了，这样怎么投篮呢？这怎么投篮？要用脑袋嘛，有没有看到？好，预备。一定要运球啊！哎，投篮，他可以这样投啊！
仓位的话，仓房那个位置，不太可能画图了。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画图了。如果是这样的图的话，它有很多怎么交叉斜线啊什么。金牌好了，算。来，预备，起。天灵地灵，我们一起努力，尤其坚持。哎，他们可能是太累了，刚刚用腰用过度，找不出来。只有想不出来。远远的看像是字。看，真的是字啊。两个字哦。我知道啊。一二三四，上将不是六一在上将。卡了卡了啊！哎呀，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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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们来看看这哪是什么图形啊？哎，这根本就是两个国字，你仔细一瞧，哎呀，就是卡拉两个字。所以呢，哎，咱们要去的地方，哎，就是您现在所看到的卡拉 OK 了。 在丽晶邮轮上面的卡拉 OK 里呢，哎，都有很多国语歌曲，哎，可以到这里高歌一曲了。在这儿呢，哎，咱们玩个卡拉 OK 大王，轮流选歌，以指定动作边唱边做。哎，达到标准就可以过关。您瞧这位老兄，哎呀，一边唱歌还得一边做这个仰卧起坐。哎呀，您歌还唱得下去吗？ 分数是7比7，谢谢评审。既然平手的话，那我们呢就各派一位定点来射球，看这一球谁进，谁先进谁就赢。好，快一点，没关系，没关系。这里吗？哎，怎么样？哇！ 各位很辛苦，都败了。各位运气还是相当好。谢谢。所以呢，现在过关了。哎，恭喜各位，给各位三分之一藏宝图。谢谢。第一次戴着手铐，脚铐跟大家讲，就是得到三分之一宝藏图。现在快关掌，关主当王了吧。恭喜红队、褐熊队同样获得三分之一张藏宝图。这边是哪里？不会吧，你跑到海上面来玩了？啊，是的，先是。好，来来。好，先到先。你们这样浪费时间，你们就这样吗？好啦。
仙子就这样走了。来来，好。缎带，缎带，缎带，来，缎带。断的录音带，录影带，断掉的录影带。上站的值吧台海景客房，有缎带，缎带，断掉的录影带。接待，接待，接待，缎带就要接待，客房接待处，绿色的地方 ，Go， 漂亮，五楼五楼，缎带就要接待，漂亮。哎呀，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份提示。哎，一卷录影带竟然断掉了，哎，旁边还用胶带把它粘起来。哎，这就是录影带断掉了，我们要把它接起来，就是接待了。所以呢，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客房接待处。这丽星游轮呢，哎，整艘船呢，哎，可以说就是一座哎豪华大饭店了。在这里呢，哎，有许许多多的舱房，哎，一共有430间之多。在这舱房，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哎哎，这游戏叫做决战生死门，哎，轮流选钥匙开房门，取得过关牌即可获得下关提示。好，欢迎各位来到七楼的卡拉 OK， 嗨，这里有一流的设备，让各位尽情高歌。嗨，现在过的关卡为卡拉 OK 大王，这里有12首歌，轮流选歌，依指定动作边唱边做，达到标准即可过关。我带计步器，计步器的那个要400下，哦，跳到400下，跳还是跑？你要动，戴头罩要动到400次。我愿意这么歌唱，弄计步器啊。是的。思念是一种这样子。等下我们可以试一下。哦，这今嘛安尼就硬到哟。头版牌没关系了，走。思念是一种无限的东西。点头比较有，点头比较有，摇头没有，上下震荡比较有，对。反正唱过很好笑就对了。无声又无息，这首歌又在心里。好贱啊！转眼，很贱。再见。一直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为你呼吸。哎呀，我想摇着，你就摇到吐就对了嘛。唱一空半句，不用唱那么高了。刚刚所谓点到没有用，还唱难听，不会有人说你唱的不好。你歌唱的不错，我真的相信，好不好？愿意呢？愿意，愿意为你。我急了，快。快没有了，还剩50下，快剩没有歌词了，快，这样走。喂，啊，你还好吧？谢谢你，看来几下，还好吧，多很分对不对？没事。很抱歉，324。哎呦，没有过关，您休息一下，来下一位。这个好吧？谁在眨眼睛？眨眼睛！人家歌词出来就不能眨眼睛了啊！现在用力眨一下。谁在眨眼睛？开始唱了吧？是奶奶要说个不停。我那青梅竹马的爱人，给我默默不语又悄悄眨眨眼。因为悄悄话多，悄悄声还是会飘进那笑意中。因为悄悄话多，么悄悄声还是会飘进那闪烁笑眼中。找一个点看着。青梅竹马的爱。还是会哒哩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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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找一个异性的游客合唱，并且深情的凝视对方。
这一关哈，一定要很深情、很深情的凝视着对方。我对你怎样关怀？你的心里我也不是完全不了解。小姐，你这么好我爱。先生，人歹势在心内。有你在身边，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Yes， 黄金传奇处处新奇。来，欢迎各位来到三洋星号五楼接待室哈。本游轮共有430间设施齐全的客房。是。那接待室呢，是替各位乘客呢提供所有的咨询服务啊。我们在这里要进行的游戏是决斗生死门，由各位呢选取钥匙开房间门，然后取得过关牌后呢，即可得到下关提示。我先是吗？你们都没有人。这个。真的爸爸真伟大。又来了，那到什么时候啊？174，174，那边，那边，生了，那边。别跑，别跑，来，走急路，走到剑上。哎，成功，成功。恭喜！这是什么世界啊？我在领洗眼镜啊！这什么世界啊？要我一起借轮，我们一起三，我来一起三好。好，一起三，一起三，一起三，到到到到到到到。七三，一七三。啊！快快快！一七六，一七六，这个交给你。一七六，一七六。叮咚！我弄错了是吧？啊，对不起啊，那我再回去。谁可以带我回去？我。跳得很用力，很用心，很用心啊，所以呢，所以说这关他不能过，那可以请一位同事代打。在这个时候，我得必须要出来。加油！加油！爱进来，加油！郭嘉欣，
我如果没有过，我如果你要保佑我过关呐、啊。哦。啊！繁华的夜都去，霓虹灯闪闪烁，迷人的音乐又响起，因为想着你。啊！哎呀！谢谢，谢谢。好。恰恰恰恰。骗子。啊，忍落去，忍落去，莫通流泪。啊，跳落去，跳落去，大家欢喜。心有爱情，爱情的痴。你哦，三来爱情的恰恰酸甲袂记，笑笑身边的人。班主怎么样？啊，打得很好，敲得很好，很用心。那两位都很用心，所以这关过关。谢谢，谢谢，谢谢。第四位顺利过关，那给你下关的提示。哎呦，好，哎呦，好，谢谢，这关过关。学问，来，准备过关。七七，第一个可能是七哦，七什么的？还有笔。七嗯，七哦。请请什么？请，请到。请到。请到啊。喝喝一。这上面也可以啊，走上面射啊。施二射对不对？射，然后压。哦，不对，到这边就没有了。这边 G E R 甲，一定有甲板区。G E R 甲，我跟你保证。G E R 船侧开放甲板区。哦，开放甲板区的。对，在开在这，开在这。哎呀，我们来看看这一份提示。哎，这基本上是一个迷宫。哎，但是呢，您走对路线的话，哎，每一个经过的地方，哎，就有一个注音符号啦。拼凑出来，哎，就是七楼船侧甲板啦。在这呢，哎，咱们来一个赛马大竞技，两两一组分别与找到的游客呢，哎，进行赛马比赛，获胜即可过关。别人不行。来一七二，好来。慢一点，慢一点。就来这。一七五嘛，走啦，走啦，一七五，一七五，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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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五，上了，跟来了没？一七五，一七五，大哥洗澡归来干得起耶，好辣、喔。本次通过三三阶的和太极过关，我们这是提示，是关注我拿到过关牌，这是你们下关的提示，好，谢谢，恭喜。一一一四一二一五地图，喜一李一地图五三李一九二九三。哎，这是不是跟什么房号？可是又不太可能哈、哦。如果是电话的呢？一是 A B C 嘛 ，A B C D E F G H I V W X Y Z。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好，所以是，所以是第四四一 J J J 二的二的一。J D 啊 ，J D， 然后是五的三 O， 好像不太对。我们要不要跑跑远一下先走吧？来来来，没关系啊，来金仙子好了吧？来，天灵灵，地我觉得是蛮有可能这个。对啊对啊，你们这怎么解的嘞？来一二三，天灵灵，地灵灵，地灵灵，有请金仙子。来了，来，大家不好，好啦。
系来，我去跟人家借一只大哥大来给你们，你们就不会去借，就不用用到我了，对不对？好，来，快点，你们看四的第一个，没错啦，错，天河兴业总会，对不对？对，加油！谢谢。我刚刚那样解也可以哈。对呀。哎呀，我们来看一看，哎，这案卷式的电话呢，哎，这个一上面绝对不是 A B C， 但是呢，您依照指引，哎，就可以解出几个英文字母啦，哎 ，G A L A X Y， 哎，就是现在所看到的天河兴业总会啦。这天河兴业总会里面有许多表演，哎，最惊人就您现在所看到的，哎，软骨功的表演啦。在这呢，哎，咱们就要和这些软骨高手来个凌波软骨舞，轮流和在地队进行凌波舞比赛，获胜即可过关。欢迎各位来到三洋超级巨星轮的七楼传射甲板，那这里有美丽的风景，还有湛蓝的海水，当然还有我们的游戏，丰富的游戏。那现在各位介绍你们可以通过的游戏是赛马大竞技，两两一组分别与游客进行赛马比赛，获胜就可以通过关。那现在跟你介绍一下，这里有25副8个状况，还有13个状况牌。那现在如果选定好搭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起跑点开始。好，现在请各位上马吧。好，爬山要这样吗？对，开始上马。啊，你要上去啊？上马。哈哈哈哈哈哈！跳错了。哎，这样他们。哎，快点，快点。我这可以，可以。哎，我想起你飞。好。现在又到了状况，他们可以先下来，可以先下来吗？马儿要擦汗，请向游客要三张面子，来三张面子给我们游客，我稍微收集。好，来，这一张是那个，来，好，有了，我刚说就是二五，我说就是二五一，一张、两张，还有一张、三张 ，OK 都有，好，好，可以，好，好好有可以了，来，好，其他我们游客队一二三，好，来加油。一再一再一，四列。最好啊，六状况。我们真的很快了，哎。我的状况看无伤大雅，得到马儿一匹，倍速度加倍，怎么样？可以得到一匹宝马。几步？宝马怎么样？我可以搭某的。我要再背一个吗？啊，我不会。再往前点。哎呦，哎，这个马在哪？这怎么样？对，下一次在直的时候，你的速度可以加倍，比方说两点变四点。啊！不要吧。六号。各位嘉宾下午好，现校3:40。没关系，抽一张吧。参加我们的游泳。希望倒退八步。倒退八步。非常有趣好玩，同时我们喝水500cc。我来喝。喝快点。你要帮我们的，喝快点呐！拜托你，干了！赞呐，我的怎样厉害？好，厉害！我们有宝马，不用怕。不要人家踹马头啊！一万！哎，人事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我骗你呢，这么容易？我撞加倍，我还到状况，问题是。可以。哎呀！马儿迷路，后退三步。对。Yes， 黄金传奇趣味超级。欢迎各位来到天河兴业总会啊！在天河兴业总会呢，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级的歌舞表演。你们这一段要比的叫做软骨凌波舞，由艺人队跟在地队来比赛凌波舞。
一、三、一、二、三，锵锵锵锵！好，组长。OK。啊。开码。开头了。对，可以开始了。五、一、二、三、四，不要怕，来，壮哥来。好，壮哥，壮哥来了问题不大，陈晨替你搞定他，来。其实真的，请所有人吃蛋一颗，这怎么玩啊？包括你们两个，请观众朋友。OK， 来，快点，每个人吃一颗，快。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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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自己也要吃一颗，我们两个人自己要吃。我们两个也要吃一颗，来，来，自己分掉哈，来，那后面的后面的。来这里。蛋壳不要乱丢哈，我们保持船上清洁，好不好？来。蛋黄可能不要吃，哎，这样弄的地板都是那个，哎，对啊，我吃完了。各位，赶快吃，快点，谢谢，一个机会交个朋友，好不好？不用水，好吗？是，快点，走啊，是啊，赶快我们，是啊，待会儿来，开了，六，快点，一二三四，又是状况，不要怕，来，赶紧走，不错哎，不错哎，你看那个宝马就屌，那个宝马就屌。迷路了，最后三步也是状况啊，你们怎么搞的？再说啊，宝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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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前进三步又是状况，不要高兴了。哎，你们的状况太特别了，宝马，宝马，快点，好来，来来，宝马，我们就来了，宝马来，马上肚子要退后一步，好好好，该你们，该你们，快点来，宝马今天准备好了 ，OK， 六六六三。准吧，来，来，该我们哈，好，加油！哎，那麻烦中间啊，六，一二三四，又是状况，为什么？你们两个头先我打一下，骰子速度蛮高的，这张好，来，宝马，宝马，啊，再骰，自身坚固，再试一次，宝马，宝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宝马。五一二三四五，不是状况了。一二一二三四，四就够了。OK OK， 你们还在肯定哦，到底为什么嘞？五，状况。二三四，没事。四四就好了，四就好，最好是四啊。四四四。啊！一二三，再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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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随便丢，随便丢，随便丢，让我这边。不是。上去跳，上去上去跳下去，一二三六，一二四好，状况，哎，他有状况，他有状况，啊，又成就，后面超了，超了，啊，什么什么六八五，三张面子，三张面子，对，三张面子，上，有了。现在要给你们三分之一的藏宝图，哦，哪位接受代表？我来，队长接受。好，马爷，好，来。恭喜蓝队、贺喜蓝队率先获得三分之二张藏宝图。快，卡龙，恭喜你们过关。你那马可怜呐，都是绷带。受伤了，去照料一下啊。好，再见，谢谢啊。好，拜拜。哎，帮我们祈祷一下，祷告一下。祷告，祷告，先祷告。请问黑棋的下一步是什么？黑棋哦，这样会下棋的人。他黑棋的下一步是什么？将军呢？将军死棋啊！我们会不会死？上将嘛，上将嘛，对不对？将军嘛，车啊，上将啊。OK， 好，走。上将嘛，上将嘛，对。哎呀，这份提示可就厉害了。我们来看看黑棋呢，已经被将军了，哎，所以他只有往上走一步，哎，才能免于被将军的命运了。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哎，就是您现在所看到的上将会，哎，酒廊了。这上将会酒廊呢，哎，是一个 piano bar， 哎，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哎，在这儿呢，咱们来一个上将级比武大会，哎，分别抽签选项目与在地队进行比武大赛，获胜即可过关。阿伟，加油！阿伟，加油！加油！加油！投降 ，surrender， surrender， surrender， 好，好，好。
有通过这次的考验，那你们的处罚是浓缩醋一杯哈，因为听说醋可以软骨。浓缩醋啊！希望你们喝了之后可以好好调养身体哈，让骨头变得比较软。天哪，这好喝啊！真的、啊，我听这味道，好喝哎，我觉得蛮好喝的。啊，要讲就不好喝了。我说好，我骨头都软了。那这个是你们三分之一的宝藏图。好，这是我们得到第二份宝藏图，现在走第三条路线，仙子。恭喜红队、贺喜红队同样获得三分之二张藏宝图。哦天哪，我晕船了！不要晕，不要晕，仙子乖，来，这个喝好不好喝？好喝，真的好喝。啤酒好喝。现在我酸得不得了，你小魔女啊！恭喜乖乖，加油！谢谢。好，这是我们下两张藏宝图了。得到提示，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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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那一张在哪？奇怪哦。刚刚那一张。刚刚那一张在哪？我们的宝藏图嘞？这次那个不管，来。那个是宝藏图，不要管。哦，我们是提示嘛，对不对？对。我跟你讲，他这个可能是他房间的格式，对不对？对。麻将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纸牌房呢？是不是这样？哦，也可能，对。我们现在是在天河。现在这是第三个 part， 所以呢，卡拉 OK， 啊，卡拉 OK， 卡。拉，我乱讲。你好聪明。我不知道是不是啊，也许啊。卡。哎，不，你在干嘛？卡拉 OK 啊，是不是？那搞不好是嘞。卡。哎。对嘛，这是卡嘛。对呀，对呀。它就是一个手嘛，对不对？拉。对。卡拉 OK。卡拉。哎呀，这一份提示你可要瞧仔细了，哎，它可不是什么图形，而是两个国字，哎，分别是卡拉两个字，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呢，哎，就是您现在所看到的卡拉 OK 了。这立新轮上的卡拉 OK 呢，哎，有许多国语歌曲，哎，您可以在这里呢高歌一曲，在这里呢卡拉 OK 大王轮流选歌，以指定动作边唱边做，哎，达到标准就可以过关。Yes， 黄金传奇，欢乐无敌。光临上将会酒廊哈，我们这边是24小时营业，你们随时可以来这里享用餐饮，还可以欣赏美丽的风景。那我们这个关有四个项目，比赛项目，有一个是这边堆钱币比赛哈，还有一个是射飞镖，那还有削苹果，还有一个是吃蛋糕。那我们先抽签，我再告诉你们比赛规则。好，验样子。这里面起码会有三个可以的，先派一位啊，一个。现在每个人都抽吗？轮流，一个来。谁先上？怎么了？嘉欣先休息。那个我先帮他拿。是什么？吃蛋糕。吃蛋糕。哇！就对，Go！要先做二一零 ，Hurry！Fight！大哥，加油！加油！大哥，先。Hurry！快！Hurry！哇！这机会比较大。很难挑战。Hurry！真的，还在嘴巴里转移。Go！ OK， 没有了。他已经进去了。我们才完全不光的哦。他已经进去了。锵！我们恭喜一人队哦。Yes。Thank you。他想抽到他最擅长的射飞镖。射飞镖，好。这个飞镖的靶心是30分，然后这个在这个地方是 double，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是三倍的分数，现在哪里线？现在哪里线？会乱。Go！ 好，不要
thank you。好，因为正式的，这不是的哦，这是正式的哦。对，先生分数才几分？十二分是吧？我两只不要乱吗？好，你不要讲大话，先生。别闹了，别闹了。对啊 ，be careful。你要谦卑。没中。啊！我没中，one more please one more没中。七宝对不对？讲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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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我真没。欢迎各位来到七楼的卡拉 OK， 这边有一流的设备，让各位尽情高歌。这你等下这个关卡叫卡拉 OK 大王。是。这边有十二首歌曲，好，那各位轮流选歌，以指定动作边唱边做。是。好，达到标准方能过关。对，好，下面就是指定动作。凤阳花鼓。今天白发魔女。含卤蛋。这谁唱的？有人。还好嘴巴大，来。这座大会的含卤蛋怎么唱啊？谢谢。这很难唱啊。下一位，来，哪首歌？跳绳，好，跳漂亮。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可以开可以吗？好，稍微低一点，谢谢。等一下，等一下。就在今天，我要唱出你绝美的脸，只是。这句话就是虽然心中难过，但面对你的，只有轻轻留下一句，我想你。加油！快走！那第一首歌曲，不错，你已经尽力了。困难水，我为什么都是要这么难的？你水咖，我只吃一颗卤蛋。来，关主怎么办？这一关如何？关主，跳的不错，可是用脚跳，不是用手跳。找到你人生的第二春呢！皮克，皮克，皮克！难的哦！我看不用笑了，到这个真的很烂哎！你我 loser， 不然你能笑笑看，你还能笑？好笨！哎呀，恼羞成怒了。
三胜一平手，很厉害。平手也可以了啊。三胜一平手，加上你这个富贵手，了解了。还有桂花手。恭喜你们！好，下一道关的提示，然后再来拼。既然这里是酒吧酒廊，请你们拼命饭嘛，快点。请你们喝盆酒。跟我喝盆酒啊！我先想一下。好，不要喝太多，一醉。不是酒哎，它只有怎样？它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吗？是这个意思？只有一个字是对的，对不对？对，他说一个单词就一个字。利用直横斜。我们现在到了几个点了？到五个。你们看，你们看，你们那个到五个，到五个。我们现在是西侧，我们到五个点了。船舱。斜的也有嘛，对不对？斜的也有。直横斜。Oh come on man, basketball, come o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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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哎呀，我们来看看，哎，这条英文字母乍看之下，哎呀，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呢，有一条斜线，哎，上面写的，哎 ，basketball， 哎，就是篮球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去的地方，哎，在利辛伦上面竟然还有个篮球场啊！在这里呢，哎，咱们来一个超级篮球王，哎，戴上脚镣手铐进行篮球比赛，获胜即可过关。Yes， 黄金传奇，紧张刺激。恭喜您过关！耶！你们加油！耶！来，继续。好的。好门。哈哈你那就是水缸，真的假的？哎，我来帮你，我真的会耶。可以吗？那我来帮你。可以。你代打吗？哎，他没有讲说一定要在腰啊，你可以在脖子上面呢。真的玩玩脖子也断了。爱情不过是一件借不好玩，却问了不起，他的眼里只是那道夕阳。没打过来吗？男人在他眼里是小件东西，有什么了不起？什么叫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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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关，因为是为团结合作。谢谢。来，这是你们的。这是下一关宝藏图吗？下一关提示，我已经玩昏了。好，来来来，请。七恩，请，请到的奥到到赢，请到，请到七七七一七七楼楼对欧楼。吃吃屋出出吃屋出穿没有吃屋没有这边出出出船船七楼船七楼船什么餐餐吃吃侧船侧七楼有什么开放什么七楼啊船侧开放甲板区走甲板开放甲板区走。哎呀，我们来看一看，哎，这一份提示呢，基本上是一个迷宫，哎，从入口到出口，只要走到正确的路线，哎，就可以解到一票注音符号，最后解出来就是七楼船侧甲板了。在这个船侧甲板上呢，哎，咱们来一个赛马大竞技，两两一组分别与找到的游客进行赛马比赛，获胜即可过关。
各位辛苦了啊！这个是三洋巨星号，超级巨星号的十楼的篮球场啊，跟各位啊，今天要所要闯关的是超级篮球王啊，超级篮球王。好，待会啊，一样的，每个人啊，左摇脚靠啊，四后身啊，请各位啊，待会啊，跟着我们一样，我们限时三分钟，以投篮数多的人啊为优胜啊，计时三分钟，计时开始。欢迎各位来到三洋超级巨星号的七楼船舍甲板，然后这里可以欣赏美丽的风景，还有湛蓝的海水，好漂亮啊！还有我们好玩的游戏，好好玩的。可以介绍这一关游戏的名字，是赛马大竞技，两个两个一组跟游客进行马赛马比赛，获胜就可以过关。这个好不好 ？N 级这个 N 级倍哦，对 N 级倍，这叫做 N 级倍。关洛牙签一个，哎呦，我撞到了。好来。现在准备好了两个骑士撤拳，好，打死喽！你跟他撤了，你跟他撤。来，一二三，碰！啊，好，对不起。游客先，来，先掷骰子。哇，掷骰子啊，都哪一组？快！天啊！谁点？不行吗？掷骰子，掷骰子，快掷骰子来！再斜一点船。四一二三四，漂亮！我爱你。好可怕，我从来没有被飞过，怎么办呢？一二，漂亮。好来，快点。就是要这样子哈，接下来了。好，都很顺利啊。漂亮！一二三四五六，耶！哎呀，咱们来看看这红队呢，哎，在这个七楼船侧甲板，哎，来这个赛马大竞技了。这每匹马呢，嗨呀，可累得气喘吁吁啊！最后呢，哎，输给了在地队，哎，必须要骑在马上面，哎，吃这个腌萝卜了。Yes， 黄金传奇好看的到手波了。怎么黄金传奇呢？嗨呀，一站一站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在九月底呢，哎，咱们黄金传奇又要出发了，哎，到哪里去呢？哎，这是咱们第二回，哎，要到这个日本的九州了。这日本的九州呢，哎，可以说是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哎，在去年，哎，咱们黄金传奇曾经介绍给观众朋友们这个豪斯登堡、海鹰巨蛋、和谐乐园，还有山乃井饭店。哎，今年呢，咱们又要来九州了。哎，这九州还有一些什么好玩的地方呢？像您现在所看到的，哎，就是著名的太空世界了。嗨呀，这里面呢，许多这个惊险刺激的游乐设施，哎，保证你这个大开眼界了。在继这个香港和新加坡，哎，邀请观众朋友们来参观我们的露营呢，哎，这一次呢，同样的，我们也要邀请观众朋友们来参观啦。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哎，可以打这个黄金专线02567-2626。Yes， 黄金传奇高潮迭起。恭喜你们辛苦的过关了，现在提供你们三分之二的藏宝图。好，谢谢，这是我们最后一张宝藏图了，刚刚讲错了。恭喜红队、贺喜红队率先获得完整的藏宝图。先把箭头摆好，有摆好，左三十，等下箭头多少？一，一有没有？来，然后你来来，右95，一，一号，右95，十，十，一十 ，n n， 是这样子啊。一三三三三，基恩静，一山静。地图嘞？一山静，什么是一山静？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哎，我们叫仙子好不好？有请金仙子好吗？来来，一二三，叮铃铃，叮铃铃，黄金季节努力，有请金仙子。这么急，看你们已经很厉害了，然后根本就不需要我了嘛。一山静，重新拼一下就好了啦。基一岸。健健健身，师恩健身，健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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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这份保障图呢，哎，根本就是保险箱的号码锁了。哎，你只要按照指示，哎，指引出来就可以得到注音符号。哎，这注音符号解出来就是健身中心了。这立新轮上面的健身中心呢，哎，器材相当的完善。哎，游客呢，哎，可以在这里面呢好好运动一番。在这呢有一个钥匙的名片，请问这个立新游轮的山羊星号纳巴之旅，哎，它的首航是今年的几月几号呢？五、四、三、二、一，结束了。最后比数啦，是4-6，还是啦，跟红队一样啊，我们的观众队还是获胜。所以啦，现在要给各位一点点小小的惩罚。啊，当然打篮球就用篮球来。定胜负，待会呢，每一个人就站在篮底下，让你秀王八，这个是小小的惩罚。来，一个一个来，啊，一球。哎，一个一个，跳舞一个，来，没事，第三个快点。惩罚，希望你们见谅。好，恭喜各位过关，你们的藏宝图。谢谢，谢谢，谢谢。恭喜蓝队，贺喜蓝队，同样获得完整的藏宝图。请问山羊星号纳巴的首航今年几月几日？问舰长。问5000。不，啊，对不起。Those kids only. 2月跟3月。February and then. February.他不知道哎，不要问了，先去看，先去看，先去看。你拿了吗？19，可能是3月，因为我们三月几号？三月几号？几号？他也搞不清楚，因为我们刚来到的时候是2月份，然后我的一个月是到这不是到日本各个地方，到台到什么东京呢？可是所谓的首航是已经开始营业了，对不对？坐坐坐，对不对？14号，3月14号，第一次航行，所以3月14号吧。小心小心，他刚刚讲可能是这把，是不是？对，1、2、3，Y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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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传奇何康的大修补了。这日本的九州呢，哎，这几年来，哎，可以说是国内这个旅游的大热门呐。在日本的九州，哎，去年呢，哎，黄金传奇曾经介绍你许多好玩的地方，今年呢，哎，黄金传奇还要介绍给你，哎，九州还有其他哎更好玩的地方啦。像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太空世界呢，哎呀，这里面的游乐设施，嘿，真是让人觉得紧张刺激啦。这今年黄金传奇，哎，在9月底呢，哎，又要到九州，哎，来露营啦。继香港和新加坡之后呢，哎，同样的，咱们也要邀请观众朋友们，哎，来参观咱们黄金传奇的露营。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哎，不但可以看到黄金传奇，哎，还可以在九州呢好好的玩一玩。这运气好的话呢，哎，甚至您这一趟旅费都可以全免呢。这样子的好康，嗨呀，您可千万不能错过了。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打这个黄金专线567-2626。Yes， 黄金传奇拍案惊喜。今天呢，我在海上激烈的寻宝的过程当中，是突然觉得我有一种感觉，我就像 Jason Patrick 一样。那我还山卓布拉克呢，你有没有在拍电影啊？山卓布拉克，哈哈哈！我告诉你，这是山卓巧克力啊。其实我们今天这样东奔西跑的结果，其实我们对这5星级的这一艘船呢、啊，这一艘游轮呢、啊，可以说更深入的了解。像我们今天去了很多地方啊，对啊，健身房啦。篮球场啊，卡拉 OK 啊，太精彩了！在海上度假，又在这艘5星级的游轮上面，可以说它的设备完全的非常的丰富的满足到让每一个人可以说有失忆症的那种快感。嗯，一切所有的烦恼，你不需要戴手表，你不需要去计算时间，哎，你就是安安心心的、快快乐乐的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海上假期。对，我们为了避免蓝队呢太早得到失忆症，怕他们忘记惨痛失败的教训，我们现在从蓝队开始访问起，请。我们欢迎。李国超跟顾立章，李国超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感人，告诉大家你心目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观感，告诉他们，快，
其实今天每一关我印象都很深刻。那其实那要真的讲一个的话，可能是那个宁波舞。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派出来的那个对手根本都是练过软骨功的，我们怎么跟他们比嘛？还好我们奶油桂花籽抽得到那个，都比他们格数比较低一点，还有勉强过关，虽然受罚了。其实我到今天啊还想不通为什么我们会输。那试一下，刚跟红队的队员呢探讨了一下，可能就是我们在那个过关的时候猜的时候猜久了一点，但是没有关系。你知道奖金金牌算什么东西？没有关系，我们大家都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出来拍戏纯粹为了兴趣，给个机会交个朋友，大家说是不是？是。Yes yes。今天我们的可以说是灾难的队伍啊。曾淑琴这一开始就已经开始挂彩了。今天印象最深刻是哪一关？当然第一关了，然后还有这个篮球场，篮球场，因为从来都没有那种。绑手绑脚的那种打篮球，然后小小的这个进了两颗球，觉得小有贡献。还有另外一关就是吃这个蛋糕，非常的出野。晨晨觉得我私底下个性应该就是那么出野，其实不是啦，对我是为了团队嘛。也给曾淑琴鼓励一下来。好。郭嘉欣，来。我今天其实是来了第四次，然后前面三次跟陈同一队都赢，然后呢？然后呢？这次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不过呢，因为我觉得今天有点失常啊。基本上在那个唱歌的那一关，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觉得唱歌那一关，觉得因为头嘛，我真的是刚刚从头到脚都运动到，先是头运动完再来跳到我真的是后来昏倒。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表现的精彩最重要。对，好，这是郭嘉欣第一次输，尝到输的滋味。这个输的滋味，你就慢慢尝。现在换我们红队来，这个是气蓝同红薛志臻来。晨晨，我对不起你，当间谍没有成，不过反间计成功。输就输，赢就行。输就是输，赢就是赢，输就是输，赢就是赢。好，结束。来，阿辉。最辛苦的呢，就是呢，你可以再靠背着真心梅跳到口背那一段，我都觉得我现在背有一点点凹进去。很辛苦的呀，很辛苦呢。真心梅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啊。对呀，我们要尊敬他。对啊，这也是不容易的。陆地上给他们看一下。陆地上最庞大的哺乳动物在哪里？小心！来，所以呢，哪个印象最深刻？嗯，我跟你讲，我只要跟对了红队的队长呢，每次都过关。哎，奇怪，今天我们的队友怎么这样子呢？这么抬举我呢？让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骄傲。所以哦，我跟你讲，超哥，你们那一票哦，下次有机会来这边看看，搞不好就会改运气。我跟你讲，李国超是气红投篮的。对。不过李国超来红队好像也都。来，新梅，今天印象最深刻是哪里？其实我每次参加丽玲姐这一队呢，我觉得我们都会赢。你知道吗？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一双手，就在这。你干嘛一直提着我的裤子啊？丽丽，真的，这是我代表红队所讲的话。我们今天在海外了，尤其进入日本国土的，我在这边要严正宣布一句话：这一队是我们的。对嘛？慢着，各位，你们都是盲从的观众啊！啊，你们都是盲从的观众。哪有？赢的队伍只有黄金金牌，没有钓鱼台，好不好？好，让一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Mr. Grass 夫妻来给我们报告一下，到底今天的优胜队伍是哪一队？ Let's have a round of applause for our winners, the red team. Yeah! Yeah! OK. 好，请问一下，我们红队之先金仙子梅林，这个优胜队伍红队可以得到什么奖品？我们第一名的队伍红队呢，可以得到驾驶委员金牌，恭喜你们！来，告诉他们，大声的说，来，让我们这个郭嘉欣来展示一下，我们今天可以用什么？要示范一下，准备啊，来，预备，来。恭喜我们蓝队能够获得第一些提示钱柜杂志一年份，还有七一电脑学习礼券，恭喜他们！鼓励一下，好，谢谢。颁奖。好，现在我们就请我们的 Mr. Greg Fuji， OK， 帮我们颁奖。Present to everyone.
的 Mr. Fuji 讲几句话好不好 ？Say something for our audience. We'd like to thank the Golden Legend for being here. We hope all of them come back again. We hope all of you enjoy your cruise here aboard the Superstar Capricorn.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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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r. Fuji. 我们这个收工以前呢，有几件事情要告诉大家，就是呢，我们自从把我们的网站的消息告诉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之后呢，可以说在我们的电子 email 上面，还有把我们的网站的消息上面，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可以说如的海水一般呐、啊，海浪一般那种滔滔不绝的这个浪水啊，汹涌过来啊。哇，这个信件非常非常的多啊、有对我们节目的建议的啦，还有对我们这个红队啊、蓝队加油打气的鼓励。问题呢林林总总啊，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呢，大概整理过来有很多是说我们可以不拿薪水来这边当攻读生，可不可以？啊，或者是说这个跟我们要签名照的、啊，还有嫌我们节目那个重播的次数太少，重播的时间太晚，妈妈呢都不做家事的。爸爸早上也不上班啦、啊。我想观众所有的这些来信的一些问题，我们都会一一的把它处理。不过呢，要再次的声明，就是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在非常辛苦努力哦，挥汗的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们的来信就是对所有工作人员的鼓励。所以，请注意，密切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呢，继续给我们不吝啬的给我们很多指教。当然了，最需要的就是你们呢，给我对我们的继续的鼓励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经营这个非常精彩、非常痛苦的节目。对。你痛苦，我快乐。好，最终还是希望观众朋友继续锁定超级电台，在礼拜天中午12点半为你播出的《黄金传奇》，黄金大追击。拜拜。